给你买个书包，总是想买个能送的。而且妈妈时常会说，书包能装书都行了噻，那还看咋子？一天精力不放到学习上。吓死我了，好可怕的妈妈。据权威的 ILQQ 机构研究显示，书包的美观对学生的成绩有着明显的影响啊。ILQQ 啥子 ？International 卢七七。就是对权威，今天给大家推荐几家用零花钱也能买得起的好看书包。小美英，它整体是一个轻薯风，主打黑色，材质基本上都是 PU 皮。不，除了你上课装课本，你日常背出去玩耍也是毫无违和感的，不会被人家嘲笑。哦，你这么人带着人了，你还背一小朋友的书包啊？会有这种嘲笑吗？嗯，第一双肩包布，他们家港风、ins 风、日韩风、元素风都有。就打开他们店铺，第一感觉就是潮啊！随便搭个 T 恤背音乐，你都是最时尚的达人。关键是它 price 是真的白色，哎，百元数字，它的版型就是非常普通的书包，但它的印花是真的搞骚，印花风格是多种多样的，什么国风啊、复古啊、欧美啊、图灵啊，各种卡通小清新。好，我要去。他们家就有一丢丢的 expensive， 但耐不住质量是真的好，而且选择特别多，什么卡通的、爱次元的、少女心的，背出去你就是人群中最亮。